仔咧，因為我採石前頭落翻翻落嘅書包唔好，咁咪打落嚟，打成之後嗰陣時佢行翻出嚟，係嘅。做台長咧就又要管呢個部門嘅方向啊，嗰啲財政啊、人事啊。咁但係咧，天文台長比較特別，天文台長咧就要睇住個天，打風落雨咁嗰啲嘅風球，而呢個風球咧就好多人關注嘅，各有各嘅利益或者關係咧，呢個想扯，嗰個唔想扯咁樣，咁咧就我哋點扯咧都會俾人鬧噶啦。咁喺咁嘅前提之下咧，點樣平衡自己嘅心態，就係要真做嘢，而唔怕人哋嗰啲閒言閒語咧，或者風言風語咧嚇。大家
秋天咧，香港植物誒遷咗線嘅，有啲喺啲誒夏天嘅開花嘅樹皮放落喎，放落喎誒，你啲夏天一幾棵星期行過見到開咗少少花啦，誒五苗頭咧佢開始咁樣，咁因為夏天情況，咁咧就去到十月十一月咧就冇曬花，然後開始落葉嘅，但係我舊年去到十月尾十一月咧，我仲見到喺沙田區啲鳳凰木咧就長出。秋天咁樣，然後咧再開翻花，咁咧就好可怕啦。因為呢個喺秋末進入冬天，正常進入冬天嘅時候咧，竟然佢哋啲樹木咧，覺得係夏，覺得好似春天咁樣，搞搞完咗錯落。咁咧結果嗰啲鳳凰木幾時先落咧？去到成十一二月，十二應該要去到十月一月咧先至開始落落葉。就即係話咧，深秋咧去咗十一月、十二月、一月，咁咧去到一月嗰陣時咧，二月翻二月就夠，一二月夠年啦。歷史上平均最凍嘅時候啊，啊呢啲頭咧就好似深秋啲樹落嘅葉，嗰頭咧應該春天出葉出開花咧，我提早咗開葉，開花出葉，木棉樹咧好早開花嘅，今年冬天咧就一月、二月都見到木棉樹開花，應該收成。咁咧，所以當過去嗰個冬天咧，好似唔見咗咁樣。結果咧，舊年嘅秋天同今年嘅春天咧，見到面更高手。其實我自己覺得好可怕，因為點解怕咧？其實暖一兩度冇乜所謂，但係最可怕就係見到生物世界咧變咗，應該話啲樹都瘋狂咗。我成日講話，如果樹都癲嘅話咧，人癲嘅時候都差唔多啦。咁咧就好危險嘅，因為咧生物世界轉變會影響我哋嘅生物鏈。身體健康，因為嗰啲微生物咧，如果亂咁變嘅話咧，就會有新嘅疾病出現啦，或者舊嘅疾病喺新嘅地方上蔓延去呢類嘅地方，所以呢個。水點解要水？